抢，最后卢俊祥完成 N1。 Watson， 卢俊祥弧顶直接大号的三分球要罚了，哦，这是一个 logo shot。林振在高位 hand off， 卢俊祥往禁区突破，空中拉杆，哇，这是一个 top shot。 大汉分到底角，卢俊祥终于投进这两天在主场的第一颗三分球，是还是又给六九，六九拿了就砍，砍了就进 ，Come on！ 工程师的双位啊，这个球又掉了，哇，连续三个失误了，真的，哇，破篮筐之后，卢俊祥这球，哇，俊祥。过来交给小白，啊，抱歉，交给卢俊祥，中距离有追平比分，卢俊祥连得了四分，掀开了自己的压力锅。六九带到禁区，绕过篮筐，哇！第四节他这六分很关键了，时间不多，可能要单打了。卢俊祥叫其他队友让开，哦，这个单打拿下了分数，哇哦！还是有着十八分差。好，后场发生失误，托文特超节之后两分放。这时候郑志龙教练相当有经验的喊了一个暂停了，即使差距还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，但是他希望最后将近两分钟的时间，球员不要太松懈。嗯，尤其是这种快发球失误，是非常要命的。两个人坐在挡位，拿到球。可以过就过，全场你过不了人了，为什么过不了人？说，想太多。你原地一直在运球，怎么会过得了人？各位，我不是在担心翻牌，我在讲的是心态。我们现在什么队啊？赚点小钱就在妈屁股就翘起来了，耍什么耍？首先要成为龙的传人呢，要非常的拘谨。我觉得龙哥讲的也是很有道理啊。你身为一个后卫，面对这样的压迫，你过不了，那还打什么球啊？好，现在看这个区域防守，阿提诺把球给抄到，顺移再给到前面的国豪，有机会拉一个快攻。让整个主场的一个票房提升的非常的多，对。好，最后的抛投，被 Nick Faust 给抛进，裁判先算进了，但是要去检视一下他这个抛投是不是在时间到点之前啊。不过的确，他的加入呢，也就是工程啊，就是梦想家现阶段最需要的得分了，分了，所以要赶快找点方法。田浩假动作转身，球进，这一次他打张镇牙成功了。哇，这以前在正大队练的时候应该很习惯。这进去之后一直做假动作，对到雪地就是不会客气了啦。大火锅挡了下来，又再一次证明国产喷射机好像还是有差。换到另外一边，一攻一守都有建树的是 Kenny Manigault。 这节球被偷掉，那凯燕要来飙起来吗？回头找戴维斯，这是一个脱身的双手扣篮，非常有经验了。凯燕已经意识到后面有两个队友的跟防啊，那这一个去做送球，轻轻松松让 Davis 灌进去了。昨天榜哥回春，今天是戴维斯回春啊！哇！场上王博士、吕振如、艾伦、蓝少辅跟陈佑伟，来一杆，哇！林金榜，这个37岁的腰力还是可以啊！找队友再慢一波，
第四节他的进攻哇很强啊，最后再来一个反手拉杆，致敬昨天的林金榜，又是一个高难度的上篮得分。Kenny Manigo 是让整个新庄体育馆沸腾了。这一球出手比较仓促一点哦，让哇国豪是不是又是你了？哇！最后这个三分球是直接弹进去，不是别人，又是行人队长高国豪。buzzer beater 压上球交给他就对了。哇！单节26分的高国豪，带领球队啊，现在有着稳健的优势，要进入到第四节。杨金敏，这球要掉到内线的穆伦斯，对，哇，直接用右手，哇，这个扣篮是够霸气，直接把球给塞进篮筐。哇，很少看到穆伦斯在篮下会这样对抗完之后，直接就是一个在脸上隔扣啊。对。今天他的进攻企图心非常强啊！哇 ！Kenny Manigo， 哇！直接切到禁区直线升空，哇！这才第一节而已啊，他的直升机是不用暖机的吗？哇！直接飞起来了，原地起飞啊！